好的，李总，本期到，哎。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你结婚了吗？没有，你呢？我还是一个人。那你现在有空吗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看，哇，好漂亮的房子啊，你买的吗？上个月刚买的。你还是老样子啊，事业心还是那么强。你也是老样子啊，还说我。走，上去坐一下。我还是不去了，等会儿我还有事呢。顾少，你丢东西了？没有啊。你把我弄丢了？